今天超级特别的，这个是应该是今年最梦幻的一天吧。噔噔，我要拍五个超级正、超级香的妹子。前天特别去永乐市场买一坨棉花过来，这一坨躺上去就不会下来，我跟你说。你说你要睡觉吗？我现在在睡觉。你平常是多累呀、啊？有点难，你讲，好，要不然我让你站起来好了，站起来，然后。车的感觉。好。今天拍摄的感觉如何？很不错，今天很快乐，很快乐。跟香香的妹子拍照，香香摄影师，香香摄影师，你是第一次给这个香香摄影师拍吗？对，第一次见，第一次见，很第一次见面，漂亮。所以你们之前不认识？不认识，是因为豆豆才知道的。豆豆就说他拍照超强，那我们就所有人给他拍照。所以整体的感觉不紧张。不紧张，开心，自然。对啊，就是很自然。哎、欸，明天你还有吗？明天我还要拍照。明天还有。对， okay, 因为我不想拍太晚。嗯、明天再见喽。你记得我这个是想要有几张用闪光拍。讲解一下，现在干嘛？现在我们想要拍到第二个景了，然后接下来是单独每个人个人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把那个掉在。弄个下水的感觉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板没有那么的适合。
今天什么角色？今天什么角色？现在什么角色？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什么角色，就是性感妇女郎。对，真性。哎，他原本是在这个的吗？这个是打，没有这不打。哦，就是这是我自己带的。自己带的。哦。对啊，可是我想说我可以搭配一下，因为他也是兔儿。哦。这是我去年买的。那你是什么角色？我没有，我就是穿。我说没有，我就穿回正常了。准备回家的角色。对对对，等一下下一个摄影棚。我们现在要去另外一个景，现在已经6:30了嘛。对。然后我们还要再拍3小时，在3重的棚。够。我们终于来到了下一个景了，然后要拍3套，还有3套。没有啦，一点都不累。一点都不累啊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不是后面的衣服都很赞，他们后面是穿那种连身连体内衣的。香。我跟你说，衣服穿越少，精神越好。真的真的，我刚刚看到超香，认真香。中年大叔说。跑来圣诞节了，好有 feel 哦！我的小心脏。吸血鬼。哦，真的超美的啦！这是被关在棺材里面的吸血鬼，他的棺材是红纱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很喜欢他吗？他长得像前天尊。结束啦！耶，现在晚上10点多嘛，10点吗？10点了吗？我们提早结束了耶。他们刚刚以前就是正常。感谢今天他们几个陪我们留到最后。豆豆最辛苦，豆豆明天还有一整天。对，我还有，对对对。而且其实今天是因为我跟他说，可不可以你在这里拍，可不可以留下来吗？因为本来应该只有文文跟那个咪咪留下来，对。但是我就说豆豆可以再留下来，我可以多帮你拍几套吗？他真的是长在我的小心脏里面啊，受不了。超爱，他超级喜欢我的，他有身材，还有个性，对，超晕哦，好晕，你要说什么冷面？好啦，明天还有一天，我们明天见，再见。有美女怎么可以不利用？这时候就要趁机。好，可我可以开场了，你可以开场。我是三二，嗨，今天是第二天耶，然后我现在很幸福，好爽哦。哎，你们都没有我这种福气。谁叫你们不是女的？好，今天很开心，就是今天第一套呢，先拍纯纯，然后我们在这个桃园的一个摄影棚，战前摄影棚2.0，然后这是他们的圣诞景，我真的觉得很正，很好拍，自然光是一个，然后晚上又会有另外的感觉，所以我们先拍了纯纯白色这一套的自然光，然后等一下换豆豆拍那个另外一套，这样子，哎，纯纯真的很赞，香。很好笑，对，真的，超可爱的啦 ！Oh my god， 你怎么可以这么好看？观众想看自己付费解锁，真的很好看。我们有一个，哎呀，真的很可爱耶！我要努力磨练的技术拍下去。接下来。接下来要拍的是牛牛妹，然后一样是拍这个森林小屋的景，好正哦。
次呢，豆豆本来没有要拍这条，但是我坚持说，我觉得你要拍一下，我就找了一件白色的上衣，就是超级有诚意，白色的马甲。然后呢，我就是这边还有准备，就是这个纱裙，纱裙。那其实原本是那个裙衬的，但是就觉得很痛很可爱，就是这样，所以就是一个芭蕾舞风，然后想要打那个蓝色光，还有那个冬天下雪的感觉。真的很好拍，真的。对，我很好拍吗？你超好拍，你很整，然后基本上是无死角那一种。已经我们是。好像拍照一样，但其实是拍片。耶，终于拍完最后一套了，好累哦，很累。昨天加今天拍起来应该15-16小时吗？超过了、对，但是我跟你们说，我现在才知道体力多好，我真的是精神极佳。然后我真的好喜欢豆豆，好可爱，而且其实这次是豆豆找我一起拍，然后一次就拍那么多人，对，应该是想很多，但我那个时候就麻烦你了，我真的觉得我超开心的。对，然后这一次的话，因为它是交换圣诞节交换礼物的活动嘛，对，没错。然后同时呢，他们就是会把五人组的行程贩售，然后个人跟大家在贩售，所以大家有喜欢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看他们的 IG， 我 IG 都会写在下面，跟对这边应该就是那边会有，没错。然后大家记得去追踪，然后可以看一下，就是你想要的地址在哪里，然后可以订阅。然后这次的话，因为是我们公司负责的嘛，对，所以一样呢，就是有三个等级，然后第一级就电子灯，第二级就是有含拍立得电子鞋，第三个就是电子鞋跟拍立得再加实体的纪念写真册，然后它是16页，这样给大家做纪念而已。好，那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留言、订阅、评论、加按赞我的粉丝专页，然后追踪豆豆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这一段先用一下，太帅了，你站太帅了。真的耶，哎呦，好像我今天是半裙子，好可怕。